藝遊未盡荃灣展期已延長至9月14日。該活動由旅遊事務署主辦，展出了由國際和本地藝術家所創作的多個藝術裝置，這些裝置被放置在區內七個地點，串聯成一條散步路線。遊客在欣賞展品的同時，還可以自由遊覽市集、商場和小館，體驗社區的獨特風情。